那另外就是第五局，李宗贤跟申浩伟一起打下的大局。哦哟，李宗贤又安打了，看起来对后进今天球进的位置掌握得很好。打在了右半边，短棒摆出来，但是突然摆，最后结果不好，点成了自杀式的飞球。嗯，也是后进全场的第一 K。中线这一球打到游击，游击相当帅气，抛给二垒手，再往一垒送。最后后进尽管又被打出安打，又是被安打上垒，连续三局都是如此，但是他让张玉成打出了 double play。